妈剪刘海。我下午会去烫头发，我想烫水波纹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11月16号，星期一。今天有微积分课跟英文课，然后英文课有单字的小考，微积分没有考试。然后明天有会计学的期中考，祝我顺利。我现在要去上微积分课了，拜拜。快把250大卡吃完了，好好吃啊！对，还要把它全部都用在一起。我们把它撕开好了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11月17号，星期二。今天呢，就是我们会计的期中考，然后下午还有电脑概论的课，不知道会不会发上礼拜考的考卷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在看会计，临时抱佛脚中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考会计嘛，大概半小时后就要考会计了。然后我上礼拜六才开始看，所以我才看了不到4天。他要考4章，超级多，而且他是全英文的，他是原文书，然后要画一堆表格，还有算一堆东西，全部都搞混了。其实就是两个资料完全一样的，好，那就怕某一个地方某一台硬碟挂掉了，你还是有另外一个备份硬碟，好，就是说它的计算硬碟就可以把它启动，好，那这个也是对的一种用法。那另外一种用法就是把资料拆开来存在不同硬碟，好，这样一起读取速度会比较快，比较轻，好，那这样子速度会快一点。那这边呢，下一个就是在硬碟之后，就是进到这个 SSD 好吗？啊，不是 SSD 的原先，好，就是它其实也是 SSD 的一种，好，它实在是固态的，好，固态的这个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超级无敌开心，就是呢，因为我们考完会计的期中考了，我终于有时间来跟你们开箱昨天两个包裹。第一个包裹呢，就是 Poproro 寄给我的波浪夹，呀、yeah!。它包装超仔细的，就是这里拿起来之后，电线在底下，然后电线底下还有包装的袋子啊，噔噔，它是毛茸茸的粉红色袋子。现在呢，我来插电用给你们看。现在插电了，然后上面就有一个 off 的，因为我还没开。那开的话就是按这里有一个开的键，然后可以选择你要的温度。那我想要190好了，因为像气炸锅哎、欸。然后它就会慢慢增加27、28、29。
30这样，然后温度会慢慢上升，然后到了190之后，就是到你要的温度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用了。我打算用给你们看，虽然我还没用过，可是听说真的很好用，就是不会失败那一种，就是手餐也可以用。现在36了，我们等它一下。我现在在看它的说明书，它说细软发适合100-140度，然后中性发质是150-190，粗硬发质是200-230度。那我是细软发，那我用140度好了。我现在因为我刚刚是加到190，所以现在是171。好，我现在来开始用哦。好看吗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比较适合卷发还是直发？哦，好喜欢哦，超开心的，谢谢 Poporo， 超好用的。戴个毛帽好了。那我现在就用这颗 QQ 头。来开箱第二个包裹，第二个包裹是 Lion Mango， 它是一个饰品店哦，它的包装超级的有质感。打开来后，里面它是一样商品一样商品这样分开包装，哎，超完整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耶，这个是项链，有点反光，这样项链。都是金色的，这也是项链，这应该是有点像那种锁骨链，就是去咖啡厅必备的啊。这个是耳夹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穿耳洞，所以就是戴耳夹。再来呢是戒指，都是金色的，我超喜欢金色的，因为我都只有这种银色的项链，我现在都是没有金色的饰品，我超开心。这个是戒指，喜欢。再来呢，这是手链，我来开几个给你们看。那我之后去咖啡厅，然后不然就是出去玩有打扮的时候就带给你们看。那你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先开箱一个戒指好了。噔噔 ，bling bling， 好好看哦，好喜欢。然后这个项链是水滴状的，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简约的项链，不会有看起来很花俏的那一种，而且都是金色的，我真的超喜欢金色的饰品，超好看，谢谢 Lion Mango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11月18号。今天我有用那个波浪夹夹一下头发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穿搭蛮适合卷发的。然后我再加一个鸭舌帽，是艾迪达的。我现在要出门上课喽，拜拜。今天来戴 Lion Mango 的项链，好了。Thank you.
大家，我现在非常想吃双麒麟，可是如果要吃到全家的那种双麒麟的话，要骑到学校外面去，我们学校的全家就没有卖双麒麟，所以我想说我明天再去吃，今天要不要买个替代品，就像是仙草冻啊或是优格之类的，所以我现在先去学校里面的全家看看。我刚刚去全家看到这个芋泥鲜奶鸡蛋布丁，然后第二件六折，我就一次买两个，希望它好吃一点。我现在来吃，很期待，可是又有点怕太甜，希望不会太甜。嘿嘿，好开心哦！它的芋泥好像是在最底下，上面是鸡蛋布丁。嗯，好好吃。布丁的地方蛮甜的，不过是那一种烤布丁的那种味道，不像是那种统一布丁啊、味全布丁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11月20号。现在呢，我已经从高雄搭很早的高铁到台中。嗨，姐姐。我们现在要先去姐姐家。现在台中竟然出了捷运，超方便。燕麦奶拿铁，还有两根香蕉。A little thoughtless, and I'm sorry, 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 was not lying when I said we had a bad time. We had a reall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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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ally bad time. I swear it was one of the worst times I've ever had. It was awful. 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在我姐家了。现在呢，要帮她剪刘海。
午餐我们叫 Foodpanda， 我姐点异香烤腿排，然后我点清炖牛肉。大家有没有要吃饭吗？他们有啊。哦，你的看起来好吃呢。嗯。你要拍吗？好啊。然后你的是薄的肉。对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很嫩。嗯，关了。那我们现在开会中，等一下我会时不时的看一下有没有人要做什么事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刚开完 Uniqlo 的会议，现在呢就是在休息耍废。我下午会去烫头发，我想烫水波纹，因为我上次用那个卷发器用完之后就觉得卷好像也不错，就想去烫头发。我姐现在在睡觉，现在旁边有一只猫，嗨，可爱。大家，我刚烫完头发，这个波纹卷是比较麻烦的卷度，就是你要自己整理才会卷出来的效果。希望我可以，整理的越来越成功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骑我姐的摩托车回她家，可是她的摩托车没有导航架子，所以我不太知道我回得了家吗？然后我想说，如果我看到机车行的话，可以去帮她装一个导航架，这样她也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我先骑车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，这周的影片即将进入尾声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。如果对这支影片有什么意见，或是说希望下次拍什么影片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下次见，拜拜。